大家好，我是 Anna， 今天同大家试玩呢个12蚊店的溏心丹神器。记得睇实测之前 follow 我嘅小片 IG， 一齐睇下效果如何啦。呢个容器可以浸到四隻蛋，除了附有盖之外，中层仲有一个固定鸡蛋的盖。盒外边仲有两条指示线，用大头针在蛋的底部刉一个窿，以防插蛋的时候容易破裂。水滚之后加入少少盐，再放入鸡蛋，大火煮5分钟。再捞起鸡蛋放入冰水入边降温，然后剥壳，再将剥壳的鸡蛋放入容器之中，倒入调味料至上层的指示线，然后冚盖，放入雪柜冷藏24小时就可以了。